超大，还有我们的大超大的牛排，两片一起上好了啦。哇，放不下了，你看大到这样子。哇，牛排三，你有没有看过？是乐园的，奥河 ，OK， 哇。It's so easy to se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arve your name next to mine on that big old tree. It's how you want it to be. You bring me things from the store and put it at my front door.哎呦，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瑞克。哎，这个还在照镜子，那真的是哦。哎，这个的话，这两个应该大家都看过啊。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就是那个南洋金城武啊，搞完网，搞完网。啊，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是约在土城那边。土城这边的话，有一间吃到饱的烧肉，它论卷广，它是从489到1299都有。那今天我们是点了1299的和牛汤，看一下、哦、它从489哦一直到1299是有和牛。那我们今天来吃和牛了，走喽，拜拜。Then we toe the line, that's fine.好，我们的菜都上桌。我们这次是点最贵的1000多块的和牛套餐。你看，这个是，这个是澳洲和牛。对，这个是澳和。一开始老板先帮我们弄，这个是乐野的，澳和。澳和 ，OK， 哇，真棒！原来是利用的内力加速了锅炉的行动啊！好内功，原来是用内力加快提高了温度。加一点玫瑰盐来吃。哦，我没办法讲话。它的厚度很够，和牛的那个油脂是那种奶油的牛奶香跑出来，然后加一点盐，它就整个提味出来，然后。它的那个瘦肉的地方是咬下去会像松板猪那样，卡脆脆突然出来，好爽哦！你吃吃看，来我们的日本和牛，这个超棒的，这看这个油花就是爽啊！汁汁掉出来了，汁都喷出来了，哦，中风了哟！黑牛牛小排 ，OK。哦，上次这个我有记得，我有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扇贝，它加的那个蒜泥跟那种面线的部分，这个超好吃。我看，我靠，佛印的嘴巴，巴巴。哦，是不是很像？我出去啊！你这为什么我老掉毛啦？我这样很难后置哎！来来来来来 ，Q 弹有劲啊！好嫩，好嫩啊！对，真的真的，它不是像那种外面那种冷冻的那一种。这个干贝看起来就很赞。哇，比我大拇指还大。还有我们的大超大的牛排，两片一起上好了啦！哇，超大的，哇，放不下了！你看大到这样子，这样子可以烤吗？可以哦。哇，牛排三，你有没有看过？牛排吃到饱，哇！又要变身了，又要变身了，又要变身了，又要变身了。哎，老大，每次你的后置都是那个撒尿牛丸那个老大。哇！先煮你的牡蛎来了，是牡蛎还是生蚝？生蚝。哦，生蚝来了。哇！哦，它里面有汁哎，把它喝一下，哇，鲜哦，爽！哎呀，起飞！来介绍一下他们这边的副餐啊，这个牛冻饭也是要点，牛冻饭直接肉都放那么多，你看，
你看，哎，它的肉超多的，它的牛肉是整片整片的，好爽，而且它的那个酱汁是那种甜咸甜咸的那种冻饭酱汁，爽。那现在店家都很注重那个防疫期间哦，都有弄75%酒精，只要吃完就会弄这个消毒。而且我刚才看到一个超屌的，他们楼上楼下都有放空净的清净机耶。其实这个对于这种卫生还不错。这没电脑，你不知道跟人家要电话。好，我们吃完了，这一家的话基本上。不用讲了吧，和牛超好吃的。影片资讯我会放在那个影片底下，店家资讯我会放在影片底下。好了，喜欢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拜拜。你要形容一下吗？我觉得你快要他会词穷。好味道，好可怕。然后嘞，观众，两只虾。哇，等一下要去哪里？啊，算了，不要讲了，我女朋友在看这个影片。